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秀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07集。那我今天的话呢，来把传承系列当中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汽车合体呢，把它做一个收尾。它的最后一个成员呢，这个 breakdown 死火呢，在春节前其实就已经推出了。那我当时也是整波都买到。但是由于我先做了塔恩啊，还有这个白色的狮子啊，什么其他的，开箱，所以呢，这一款合体系的玩具呢，我反而把它留到了今天才做一个分享。那它其实跟这款莽撞呢是基本是同模，可以说除了这个尾翼之外，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了。那我顺便讲述一下，它的合体是靠着一个货柜的一个部分，这个。当时啊，汽车合体的这个大师，它这个车头加上货柜，它的货柜呢，相当一部分的话呢，拆成了这个，手脚的部分，然后本体的话就维持在身那个中央的部位。那它的面雕非常的好看，那我自己是喜欢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有一张非常帅气的面孔，紧闭的嘴唇，还有这个血红色的双眼。狂派的标志呢，这个胸甲啊，这个形状。我自己是很喜欢，它是有一个菱形的，光打下来啊，非常非常的优秀啊。那它所提供的这个骨干啊，其实如果你只买汽车大师的话呢，其实你的手脚已经都有了，包括拳头都有，那缺少的只是穿上去的这 Deluxe 等级。我本来想说四个，对，四个没错，不是一二三四啊，是一二还有三四啊，在后面。那其实我当时看到官方这样子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喜欢，因为就是这么样简单啊，就是你看五个家伙，你要把它合体什么的，其实如果能够说减少时间的话呢，我还比较愿意去把它拿出来玩。当然，本体的变形呢也是相对来说也不算很难啊，但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啦。那大家最怕的就是合体之后的关节的松弛的状况。先前 Combiner War 时代的那一款，就是因为汽车合体，不对，应该说每一个家伙的合体的话呢。都非常的松垮啊！我们这样子给各位秀一下好了，这样转动一下，基本上呢不太会有问题。脚的一个支撑力的话呢会更好啊，脚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支撑力度了。好，然后脚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可惜是它的接地性确实不太好，它左右呢。有很好的齿轮关节是能够这样转，但是它前的话呢，这样就卡死了，不能往前了。那往后的话呢，没有什么意义啊。个人觉得摆 pose 的时候用不太到。那变成说呢，这个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这个地部分尽量把它往前面挺出来一点，可能站姿会比较好看。再来它的另外一个两个毛病是武器都一个。剑太短，一个武器太潦草。然后这个枪看起来是枪啊，但是就非常的，就这样很平啊，感觉有点小敷衍。那武器的话呢，这个长剑这个尺寸，相信没有几个男生会满意了啊。那么呢，我们翻到它的背后啊，背包的厚度啊，也都是完全在及格的。那它的残余的货柜的这个部分，没有用上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炮塔在这边，那它在人形状态下，我唯一吧觉得，因为它的齿轮关节已经挺多，掰起来有个质感，但是它的腰部呢，这里啊完全没有齿轮关节，这一点太可惜了啊！如果它这个地方有的话呢，那这个玩具的一个我的分数的话呢，会给的更高更高。而回忆起当时最开始推出黄色的这个是抢劫的时候呢，就是那一波的玩具里头呢。做的质量感觉最好的一款，那之后推出的死路啊什么的，就一整个都会给人觉得说，这是有用心要做的。只可惜啊，最后推出的这个死火呢，居然跟莽撞呢是完全的同模，这个有一点点感受到官方那一点点欺负人的恶意啦。而且把它摆在最后一个才推出啊，反正你前面几个都买了，你最后一个你不买，那就随便你了啊。那我们节目的后半段的话呢，花一点时间呢，来把这一款breakdown 呢也做一个小小的介绍。首先呢，它在组合到腿部后面的时候呢，它跟莽撞不太一样。莽撞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我即便把它扣得很紧哦，我要把它拿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手上这一款死火的话呢，它这个地方扣上去之后啊，这里
要拔出来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很痛苦啊。那所以说呢，我自己在玩这一款的时候，我不用这个东西插进去呢，把它撬出来的话呢，基本是拔不出来的啊，拔不出来，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我们来对比一下莽撞跟死火两个人呢，因为车头的部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但是在车尾巴的细节的部分呢，造型呢就有一些不同了。比方说它这里啊，跟这个地方造型就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应该是说它的人物的腿部，也就是车子的尾巴部分是造型不一样的。尾翼是它多出来的洞，它的洞呢在这里，这两个。但是呢，莽撞的话它的洞是在这里，而且是安插武器的啊。那么呢，莽撞的武器啊是只能够放在背上，但是死火的武器能够收纳在腹部。其实同样的造型它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武器的造型的话，这个武器啊不能够扣到下方，所以以武器的收纳程度来说啊，死火的话呢算是胜出了。那这两个模具到底孰优孰劣，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你喜欢有尾翼的吗？还是没有尾翼？那以配色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比较深沉的这个莽撞这个配色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这个死火的话，它有一个这个变形金刚玩具有一个不对，应该说白色的玩具都有一个宿命，久了之后会不会黄化，其实这一点会让人非常的非常的担心啊。那我们的话呢，就简单的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Black Down 的一个变形过程。尾翼的话呢必须取下来啊，不然的话呢它的腿部的话呢是无法翻折出来的。那变形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先这样把这两侧的部分呢给拆开来啊，这个整个不对，应该是先把这个透明的部件整个翻上来，然后这里啊啪的一声有点恐怖，那是不用担心。两侧的话呢把它给打开的话呢是方便我们躲过这个角啊，先把它给削过去，这样子打开，然后呢顺势再折下来，然后的话呢这个武器应该可以先放下啊，像退到后方去，退到后方之后的话呢把这个头给翻出来，到这里手臂的话呢给翻出来，两侧都给翻出来，再来的话呢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再把它给两侧分开，这里中间的话呢我这个死火的这个关节各种紧啊，好翻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话呢从这里两侧翻开，然后这里解出来之后，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整个的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啊再把它给复合回去，到这边这里的话呢前面已经解开了啊，这里往后面推开之后到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它里头的这个双动关节啊，是这整个的给推到外侧去啊，整个要再把它拉直扣上去到这里，然后腰部要旋转180度，这边好到这里，那么呢手臂的内侧拳头翻出来，这里的话有齿轮型的关节扣上去，这里翻出来到这边，然后这个按照说明书的变法，它是希望我们是这样子打开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打开就是不好看，那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给扣回去原来的车子的一个车头的形状，然后垂直往下放下来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一款 Breakdown的变形过程就算完成，然后按照这个武器的话呢，按照合会跟说明书都是变成这样，这个是回力镖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一个武器了啊。那本身啊，它跟先前的莽撞两个的话呢，模具在变形上啊几乎是完全的一样，那配置的武器不同。当然面雕也是不一样，但两个都是红脸啊。那么就玩具本身的素质来说，作为一个合体的家伙来说啊，这一款也就是蛮中规中矩，甚至我们可以说其实在设计这四个 Deluxe 等级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特别什么合体上的顾虑需要去兼顾到，因为它就是拆开来，或者是甚至只是变一块部件就把它塞到汽车合体的骨架上去了啊。但是这样子到底好或不好呢，我自己是觉得 OK 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保存的人形跟车型的比较好的一个样子。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啊，总而言之两个字啊，推荐啊。这一套套装的话呢，里头的每一个单体成员放在每一波的传承系列里头呢都算是比较前段班的存在了啊。
虽然有一些同模的部分，但是相对来说也是减少在变形的时候呢需要记忆的东西。那对于我这种懒惰但是又喜欢玩变形金刚的人来说，这一个套装可以说其实不是套装了，它都是单独去买的。那我的话呢，最终的话呢会把它们全部变成载具的形态，然后回合到汽车大师的那个包装盒里头。当时我吐槽说里头只使用了大概1/3左右的空间，那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啊，它剩下的那些空间还有里头这些奇怪的空间分布，应该就是想要方便某些玩家将其他四个成员一起收在同一个盒子里头吧。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